Hello， 我是轩轩秋贝鲁罗罗。你存钻石了没？日服评价超 OP 的角色红唇杰出奶啦！这周就是要准备把它抽爆啦！还记得台服刚出时，洛洛苦口婆心的叫你们要把币高给抽爆吗？红唇杰差不多也就是那个等级啦。如果没有拿到这只角色，真的亏大。加上本周同时推出的超 boss 战也跟以往一样绑定，这次的红唇杰才会通关的更有效率。这一切就是官方的阴谋啦！不管是红绿唇杰在游戏中都有很高的评价，特别是红唇杰在游戏中是必抽的角色。想知道这两只角色后续的介绍、装备搭配，还有 PVP 队员建议，就请看接下来的影片内容喽。首先要介绍的红唇杰有非常暴力的单体伤害，只要拥有它就可以体验到兔魔歼灭战急速秒杀的爽快感，不管是在 PVP 还是 PVE 都有非常棒的表现，在整体评价上只输分身团长一点点而已。而绿唇杰虽然伤害都比红唇杰低不少，但可以限制敌人无法使用升级技能卡的方式来获得必杀值，而且也有一技能能减少对方必杀值的效果，算是很有效限制对方必杀技来使用。绿唇杰在对战上有很好的评价，高难度和周围关卡表现也不差，只是组队上比较没有那么灵活。红绿唇杰在作战风格上比较不同，红唇杰要花时间累积 buff 才能够用必杀技秒杀敌人，而绿唇杰则是可以很快的发动必杀技进行输出。红唇杰的一技为单体输出技，虽然没有什么效果，但伤害相当暴力，一星铜卡就有240%的伤害，三星金卡则有到600%，等同于不少角色的必杀伤害。二技可以增加基本能力和回避，回避可以免疫掉必杀技，解除姿势和直接冰冻以外的技能，就等于是获得一定能力的无敌效果。而且基本能力一星铜卡就可以加20%，三星得到相当高的50%，让伤害成长更为惊人。必杀技则基础伤害值就是630%，每提升一级增加63%。若身上带有 buff， 每个 buff 会再额外增加30%，再加上特殊战技的加成，堆叠起来几乎可以直接秒杀掉一名敌人。再来，特殊战技的部分则是每次使用技能都会获得一个10%增伤的 buff， 最多可以堆叠10个，只要一回合中技能中断就会解除效果，像是移动卡片、空招、有出卡但没放到招这种，在轮到下次战斗前只要没成功放出招式的话都会被打断效果，或是使出攻击卡没有攻击成功也会被解除，所以若受到解除增益、封招、控制效果都会被打断堆叠。简单来说，就算不依靠别人的 buff，红唇杰叠满后的必杀最少有630%以上，最多10个，再加上二技增幅效果也会算上那30%增伤，而且还能加上队友的 buff 一起计算，加来加去洛洛都快要不知道再加些什么了。总之只要知道这输出真的会加到很变态就是了，只是在接近效果上是 PVP 双方受到远程伤害减少35%，算是很普通的效果。PVP 队员的部分，红唇杰基本上都可以担任所有队伍里面的输出位，毕竟他本身就可以靠自己把伤害拉起来。不过队伍中要尽量有能够保他以及防止特殊战技效果被打断的英雄，包括免疫和解除减疫和控制。毕竟没这些 buff 下，红唇杰的伤害就只比一般英雄再高一点而已。在非特定队伍下当攻击手可行，但常会被当成独立的系统，而且特殊战技被中断的机会很高，除非特别加入一些防止他被中断的英雄，这也是为什么队伍变化性比较不大的原因。组合理想推荐是红唇杰加碧高加绿马林加后备位绿莉莉亚或红金恩，或是红唇杰加绿子爱加碧高加后备位绿莉莉亚或红金恩，其他只要能够帮助红唇杰叠加伤害的都可以考虑替换进去。也因为红唇杰出来之后 PVP 上或许会掀起一波红唇杰队伍流，如果想要克制红唇杰的话，也可以加入蓝金恩变成红唇杰加碧高加蓝金恩的队伍。毕竟红唇杰的弱点就在于有角色可以解除他身上的 buff， 或是具有石化、冰冻、晕眩效果的角色，而蓝金恩就是一个可以克制红唇杰属性又能够压制其输出的角色，同时也能够帮自己队伍里面的红唇杰解除 debuff。 遇上红唇杰的队伍，只要能够让对方的红唇杰 buff 出不来，那红唇杰的必杀也就不可怕咯。绿唇杰的一技扣对方的必杀值，二技全体攻击且增加自身必杀值，
特殊战技可以让敌人无法使用升级技能卡的方式获得必杀值。简单来说，他的一般技伤害都还在平均水准之上，主要还是靠快速累积必杀技拼高伤害。而且他的必杀技和红纯洁一样，只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叠 buff 增加伤害而已。绿纯洁也是可以当输出手放入到 PVP 队伍中，只是有队员能帮忙 buff 的话会更好，可以当成是接近绿奥曼的输出，只是没有免控和这么暴力而已。以 PVP 输出来说，叠 buff 增加暴力输出的角色有红奥曼，不吃 buff 而有暴力输出的角色也有绿奥曼，所以让绿纯洁在输出定位上还是没有这么理想，虽然没有前几名，但还是排在前面就是了。同时也还会卡一个红纯洁，不过后面要玩十界队的 PVP 组合时也能够把绿纯洁考虑进去就是了。红纯洁和绿纯洁在装备考量上一样是四猛攻加二铁臂，洗攻防血，主要考量在于红纯洁的伤害可以一直增幅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累积，所以还是要有点抗打能力。而红绿纯洁的羁绊角都是一样的，团长加攻击力，公主加回复率。后面还会再推出超 boss 战的攻略解说影片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把红绿纯洁都带回家，体验打兔魔随便破百万的超猛伤害，试试火力。洛洛的 Discord 群组也有七大罪相关的讨论频道，欢迎想一起来聊天找战友，或是想加入洛洛骑士团的，在影片描述中可以找到连结加入哦。最后，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给洛洛点击一个喜欢，给洛洛一个鼓励，觉得内容喜欢也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洛洛都会一一回复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现在赶快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一到晚上九点半更新影片。我是虚拟 YouTuber 洛洛，我们下次见咯。